陕西省宜川县警方正在黄河大桥的桥头仔细检查着过往的可疑车辆。抽调了大量民警，反正就是7天左右吧，在陕西通往山西的道路上设卡堵截。警方如此大规模的设卡检查，就是在找一个人。这案子因为我嫌疑人就是全力不就是抓捕，能把找到嫌疑人这案就是侦破。同样在紧张地关注警方行动的，还有家住宜川县赵村的一对夫妇。公安局就跟我说，归家你也不放心是吧？公安局一直在处理这事，你归家也不放心这事，那是只是他是时间起早的说。其实这回是我成功。他跟我说叫我等点，那他说肯定坐能新车，我当时好。这是一场持续了将近15年的抓捕行动，警方始终没有放弃，被害人家属更是一直苦苦等待，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因为这起案件寝食难安。心里面就是每天就是想能度日如年的过，没晚上做噩梦。这个人叫陈鹏，2010年，陈鹏因为破坏电力设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此时他正在山东的一所监狱服刑。陈鹏和陕西宜川的这起案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年关将至，却突逢巨变。就我一看机器，就是那一滩血。从我就不相信了，但是我根本就不相信。现场简单，案情却扑朔迷离。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河畔梦魇，一线正在播出。这个案子已经过去15年了，为什么现在不是这样重新翻出来就是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有好多的疑点，你现在把当年那个案发的现场，就存在这个遗留下来，就我这边去，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大家看啊，这是当年技术人员做的这个现场图，大家可以看完这个。2002年1月7日是陕西省宜川县高柏乡赶集的日子，由于离农历新年的时间很近了，附近的村民都来到乡里，家住高柏乡赵村的老王夫妇也和大伙儿一样，一大早就带着东西出发了。是古历的11月24日，我高柏是干起来放起来，因为我腿胃炎，那个是差农村条件还不好，没有钢板，在钢板腿胃拉的连差点叫连编织袋子没，我屋里拉的鱼，我拉的车腿胃了。傍晚时分，老王和老伴儿带着从集市购置的物品回到村中，老伴儿去买烟，老王自己拉着车先回到家中。我回来叫娃儿叫不打你，然后我把鱼刷下车到哪里来以后。没开的嘞，没开开，我一选哪娃的没有娃。我这满村谁娃谁车，那你人又不跟我说，我这是才学校的谁，才常喊我小娃翻到丢下，这心俺大家心都心不成娃。老王的儿子当时10岁，正在上小学，往常这个时候儿子已经到家，可是今天却不见人影，村子里和孩子的学校也都没有。找了一大圈的老王心中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我一看机器，当时我那机器又是那一滩血，又是那一滩泥，这让老王更加着急。他房前屋后的到处翻找，终于在院子角落的水缸中，老王找到了儿子。我当时就把我拉出来以后，
就没救了，知道？女儿是道，就知道。这是我当时看的，纯粹就不能看。具体多少刀我不相信，我就不相信嘛，坚持我根本就不相信。我咋跟我这哈，我说大爸拉上胳膊走的，回来我一看，这我说叫我娃见我给车娃，娃见我娃不看，我一看我娃知道他了。当时受害人被杀的情况，这是院的情况，这是实体情况，实际的情况，受害人是被颈部遭受失血性休克死亡。我们从那个水缸里面打捞出了受害人家里的菜刀和剪刀，通过法医分析和痕迹检验，受害人的伤情恰恰就是这个菜刀和剪刀造成的。经过与死者的伤情进行比对，警方推断凶手是利用这两件凶器杀害了死者，然后将其投入水缸之中。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受害人没有抵抗伤，就反映出来侵害人和他的体力之间是不匹配的，就有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侵害人体力远远超过了受害人，那么我们分析应该青壮年的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死者身上没有抵抗伤，而且根据老王反映，他回家时家里的大门是完好的，并没有被破坏。就是发现这王岩，这姓王岩刚他的这房屋的后背墙有个台子图台和有个擦灯痕迹，而且有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痕迹，我们判断就是出入路线就在上面，这是他的出入路线是这一块。如果陌生人的话，他一般是找不到果园那块路的，那个地块的。种种迹象表明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再结合死者的伤情，警方有了一个初步的推断。一般趁我当地手段比较残忍的无非就是一个仇杀比较那个，再也是由轻转化为黑导致成的轻杀，手段比较残忍。顺着这个思路，民警们立刻对老王夫妇所有的社会及债务关系逐一进行排查，重点是搞了一个民间纠纷的矛盾的排查，从他的情感纠纷、邻里纠纷、水路纠纷、土地纠纷、灾机纠纷、债务纠纷，其实都分别认真扎实地进行了排查，确实没有发现矛盾点。没有和村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架吗？有没有得罪过人？受害人说，受害人在村里在生活当中也没有比较热和的、比较深仇大恨的人员，是不是？受害的婆姨吧，也没有什么外遇来。老王所在的赵村人口并不多，警方把每家每户都走访了个遍，调查的结果一致反映老王夫妇为人老实本分，没有与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如果不是仇杀，那么会是谁？他为何要残忍杀害老王的儿子？我跑村得村员来叫民警小娃，民警小娃说放了小娃回来了，我是后是下午去民间出来。根据老王提供的这条线索，加上法医对死者的初步检验，孩子很可能是中午放学回家时遇害的，距离案发时间过去了6个小时左右。以当地的交通情况来说，嫌疑人应该不会离开很远，于是警方兵分两路，一路留在村里走访，一路以案发地为中心对出逃的可疑人物进行搜捕。我们走访的第一是村里的基层干部，第二就是受害人的左邻右舍，第三就是村里的小卖部。哎，一般农村的小卖部在村子的正中心，来的陌生人也好或者外乡来的人也好，他们都是第一目击者。发现就是这王岩岗的腰背上有一个悲催一个人的亲属在这个村上走动了，有来回走动的情况，
出现过。很快，警方通过走访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叫王永强，案发时只有18岁，并不是案发地赵村人，而是寄宿在他的姐姐和姐夫家。我到他姐家里，他已经，王永强已经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姐家的钥匙留在了他姐的邻居家里，说我要走了，走得比较慌张。根据王永强这些异常举动，警方推断王永强是本案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很大，找到他成为破案的关键。那么王永强会跑到哪里呢？王永强是11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然后他就和他大哥在一起生活。那一组民警追到了王永强的家里，到王永强家以后，他院子里面有个铁盆，里面就泡着衣服。我们的民警拿出来看了一下，和我们当时在王永强作案那个村子走访的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去找王永强，但已经找不到了。那么这个衣服呢，恰好他为什么匆匆忙忙那么冷的天非要洗，加上上面有若隐若现的血迹，带血的衣服、逃跑的行为，再次坚定了警方的判断。接下来重要的就是要抓到王永强。我们专案组组织了70多米警力，在我们宜川和山西的极限的交界的黄河大桥处设卡，在我们宜川通往延安宝塔区的临镇设卡，通往延长县的必经路段设卡，通往富县的路段设卡，前后设了有7-8个卡，目的就是防止王永强的外逃。在宜川县通往外地的每条道路上，警方都进行了设卡拦截，没放过任何的可疑车辆和人员。那时候腿都发软，害怕，我一直走的是山路，一直走着走着，走到从黄河边上过去了。黄河在宜川县这段是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分界，从宜川县进入山西省最直接的通道就是黄河大桥。黄河大桥没敢走，因为看有警车，所以说当时我就摇摇眼，我说如果命中老天爷保佑我，我从病上过去我活着，如果不保佑我，算是说实话做这种动上这么大的篮子那种事情嘛，也是活该。嫌疑人基本锁定王永强，案发时18岁。王永强从小父母双亡，他一直和大哥生活在一起。案发前几天，他刚刚到高柏乡赵村的姐姐家。那么王永强为什么要杀害老王的儿子呢？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作案之后他又逃往哪里了呢？警方继续加大警力，全力搜捕王永强，没想到这一找就是15年。设卡围捕，秘密蹲守，看有没有他回来过年。河畔梦魇一线正在播出。陕西的我们的宜川和山西的极限只是一河之隔，他们村子到那儿也不到30公里路，他跑到那边就是长期躲藏匿藏，我们认为可能性是最大的。他是逢年才逃，他不可能在一个这个比较明朗一点的地方工作，一次只能钻黑门啊，阴霾媳妇。虽然设卡堵截没有找到王永强，但是根据警方对地理位置及王永强个人情况的判断，王永强逃到山西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在那儿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我记得云雅中队长从那儿待了一个多月，那就是去排查，看有哪些照片叫人辨认。在案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宜川警方用尽各种方法，排查范围也从陕西省扩大到周边省份。每逢佳节倍思亲，传统节日期间对警方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每到每年的
每一年的就是这个月期晚上，除夕晚上，我们对上组织人员，在他这县里人的，主要是他县里的哥哥家，就是他家里，他这些家里就是对点，看有没有他回来过年和哥哥团聚。而对老王夫妇来说，已经没有节日的概念，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煎熬。我一出去一看春节看过我一样特殊的网，我就激动过我了。就是我说我做有一口气，我死不了，我这是我关系到的。找到凶手成为了支持老王夫妇活下去的信念。猛龙活猛了就我了，干龙活，龙活歇了，我得出去找找人去。我就在那偏僻的地方，黑米二和街谁，我把几百回都跑了，具体多少回的我也不想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专案组看到了抓获王永强的希望。民警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人像比对技术。我们拿王永强当时留在我们宜川县唯一的一张第一代黑白照片，对他的相貌进行了还原，也就是进行了发展，就是十五年后他的相貌大概是个啥情况。民警根据王永强十五年后的模拟画像，在全国户籍信息系统中进行比对。只要是能够反馈回来说有相似度达到60%的，60%以上的，就是长相，他的人像比对通过长相排查能达到60%以上的，我就通过全国人口信息网，然后先把这个人的户籍调出来。人像比对出来以后，我们就到当地去。首先我们不能直接去找人，肯定的。然后我们到当地派出所，给咱们派出所户籍派出所联系，还有当地刑警队，都配合我们去先侧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嫌疑人是不是本地生，是不是在这长大。对图像相似度达到60%的100多个人，民警们逐一进行了落地排查。当时照片排查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兴奋，想着里面肯定有嫌疑人，但是也不是抱多大希望，就是想着有，咱们把嫌疑人找出来，我们就一一落地，结果一个都没有。人像比对的大量工作虽然没有找到王永强的具体下落，但是通过这次比对，警方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的想法，王永强的户籍并没有漂白。一旦他户籍漂白，那么他的二代证照片是离不开和我们这个合成照片应该是相似度很高的。王永强没有以其他名字在户籍系统里进行登记，那么这么多年他使用的是什么身份呢？就在警方根据模拟画像对王永强的下落展开调查时，正在监狱服刑的陈鹏寝食难安。我在犹豫过程中一直也没假，因为我想如果假了的话，我在18年就可以出来，但是出来的后果日子也不好过，也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吧。每个服刑人员都是盼着能够早日减刑，尽早重获自由，而陈鹏却对减刑充满了担忧，在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公墓家警察在追我，警察在追我，追我的过程中自己跑的过程中也是感觉子弹打到身上了。警方在梳理这么多年追捕王永强的所有线索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的交往也是应该比较简单的，从人的常理上来讲，你十几年之间除了和自己的亲人一点联系都没有，这不符合常规。王永强在逃走的这些年中从未和任何家人取得过联系，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很难做到，除非是存在什么客观障碍阻止了他。就在这时，警方对王永强主要关系人的追踪调查有了发现。就是王永强一个重点关系人，在今年元月份
有一次淄博的出行记录，而他这个重点关系人在淄博，第一没有经济往来，不可能有生意，他不是做生意的；第二，他所有的亲属都在我们宜川本地，那么他到淄博是干啥去呢？这个举动让警方怀疑，这名主要关系人是不是去见王永强了呢？加上此前对存在客观障碍的分析，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要去世了，我们就没办法了。要是联系不上，那什么原因联系不上？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又犯事进去了，在监狱里面不好联系了。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都找不到情况的话，只有这两种情况。我们就以淄博为中心，以200公里为直径，寻找周边的3家监狱，对监狱中30岁到40岁自报姓名、户籍地不详细的男性服刑人员一一进行排查。很快，陈鹏这个人就进入了宜川警方的视线。他的违法犯罪记录上就有照片，就有当时犯罪的时候公安局给他采的那个照片。然后我一看那个照片，我觉得是我排查了这么多，就是可疑的人里面长得最像的一个。反正那种感觉啊，说句实话也感觉人生走到尽头不想过的那种感觉。真相正在一步步浮出水面。陈鹏的照片和警方对王永强做出的模拟画像十分相似，陈鹏会不会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王永强呢？赶到山东的宜川警方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单凭照片和这张模拟画像还不够充分，他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陈鹏就是他们追捕了15年的王永强。巧妙设计，监狱里面那个浴衣，咱们采集的血样，只为万无一失。我一听你发口音，我是随着我出去这些年，老家口音让他听着。河畔梦魇一线正在播出。仅从照片上，警方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陈鹏就是他们要找的王永强，于是警方把当年所有保存的物证都逐一进行微量痕迹提取。就是咱当年这个链子上，这嫌疑人当时穿的血衣，结果从我省公安厅的 DNA 实验室里面做出了当时嫌疑人的 DNA。有了嫌疑人作案时的 DNA 数据的话，只要采集到这个陈鹏的 DNA 信息，就能确定他是否是当年的犯罪嫌疑人王永强了。咱们监狱里面那个浴衣给咱们采集的血样，就是咱们拿去以后做快速比对，采集了自报姓名陈鹏的血样，进行了 DNA 检测，他和王永强就是作案时遗留的衣服的血样的 DNA 比重是一致的，我们从而就确认了我们要找的王永强就是现在自报姓名的陈鹏。我一听宜川口音，我是随着我出去这些年老家口音让他听懂的。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在车上，我们第一时间他说，哎呀，我现在怎么反而轻松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警方一直在找王永强，一直在藏。从案发后经过了15年，双方在监狱里碰面了，虽然王永强找到了，但是疑问并没有解开。当年18岁的王永强究竟去老王家里做什么呢？然后他催了外个小伙子过来，比我大4-5岁吧，那小伙子，他说他知道这个村里边有个住户，有一家人家里边一个古董嘛。我跟你说，这古董就没有这回事。公安局经过审讯做谈话笔录时候啊，跟我说我这真的特50多年前说这话，你是第一个人，成我跟他说。
我记不记得古董是什么？说这个东西很值钱。我说值多少钱？他说没说，但是他有销售的，能联系到下家能销售回来。王永强父母早逝，跟着大哥一起生活，大哥又是先天残疾，家里生活拮据，很早便辍学了，在家无所事事。他姐姐家也过得并经济也比较拮据，那么他自己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手头比较紧，他听别人说这一家有个什么古玩，有个古董，然后就产生了盗窃的想法。村里边那代人确实很少，都去赶集了一下。其实最后考虑考虑想想，只怨自己当时年龄小，没那么考虑的那么明白。我是从那边下来的。王永强说，他根据村里那个人所说的位置，找到了老王家后院的苹果地。你从哪里下来？从那拐弯那边儿，拐弯边上下来是吧？嗯。然后从这房子底。就从这儿下来，从这儿上去是吧？啊。上面有几个木箱？不是两个。一排两个是吧？嗯。这个是三分之了。我在这个边上。啊。15年过去了，老王家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警方为了更明确地还原案发详情，根据王永强的供述，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房子里物品的摆放情况。然后在上边那个东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盒子，在柜子底下藏得很好的木盒引起了王永强的注意，他判断这里面应该有他要的东西，于是他拿起木盒，但是还没来得及打开查看，就听到了门外开门的声音。然后进来之后他又呐喊，呐喊，当时我怕别人听见，然后我就把他嘴捂着了，捂着嘴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咬我，他咬了我一下子手的时候，我一松开手。王永强松开手后，孩子继续扯着王永强的衣服并大声喊叫。我害怕当时他认识我，说谁谁家的那个亲戚在我家，再加上他一喊，我怕当时附近来人嘛，邻居听见，出于一种那个冲动，就像到这个位置吧，你咬我的时候我一松手啊，我一疼一松手，我正好看那边一把刀子，他还抓着我衣服的时候，我就拿刀子。于是王永强拿起了桌边上的刀，将老王的儿子残忍杀害后，将孩子藏在了院子角落的水缸中，盖上了盖子。之后王永强从院后的土墙翻了出去，原路返回了。往姐家走的时候，盒子里边没动静，一个空盒子，锁也没打开，再加上一激动，害怕在村里边看见我姐夫不在家，谁管我？人家他们上我姐家来找我，不打我也得。然后我就赶快把盒子放下，当时没打开，放下。然后上把钥匙放到他一个亲戚家吧，然后我就回我家了。他把那个被盗的物品放那个窑洞靠左有一个大的一个小拐窑，就是个专门放东西的一个拐窑，里面用一个农村的蒲萝，就是一个工具，扣在了下面。警方在王永强姐姐家窑洞的一个拐窑内找到了当时王永强偷走的木箱。有四盒，你的声音大点，四盒。木盒装的是52年，是五几年的采集证。这一月当时是退耕还林，归家的退耕还林也是0.00的背背。这个东西不值钱，但东西里面值钱不值钱也没，他的据受害人说他里面也没啥贵重物品。木箱里没有钱和值钱的物品，里面的证件也是只对老王自己有用，外人是用不上的。而就是为了拿这个木箱，王永强铸下了大错，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所以我从那边上过去了，到另外那里我是帮着过去了。说实话，就是当时就是抱着
一最后一点的希望就是掉下去就死了，没直接没救，红河上。哎，反正哎，大学生与警察也不敢走，也不知道脑子灰灰沉沉，也不知道是往哪里跑，完了是离开这个地方，灰灰沉沉的跑，从红河冰上过去嘛。宜川县正处于黄河壶口段，水流很急，冬天最冷的时候冰也不会结得很实，王永强正是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躲开了警方的设卡，逃到山西，又辗转到了山东。可是没过多久，因为既没有钱也没有身份证，王永强再次进行盗窃，被当地警方抓获，以虚报的陈鹏的姓名在监狱服刑。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家人。王永强到案以后，对我们办案的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他说他自有父母双亡，他和他的残疾哥哥相依为命，能不能让他最后一次见一下他的长兄？考虑到本案整个我们已经侦查基本清楚，为了从人道主义出发吧，我们就王永强的长兄现在在我们县的敬老院，他属于孤寡老人之列，在敬老院我们安排了一次亲情会见。见到我哥，我当时我一看他头发白了，胡子也白了，毕竟五十来岁人，我说哥我错了，他伸手想打我，但是他始终没下手。我说解释多没用，事实就这样。有一些事情，我不能给我哥说的很明白。宜川警方15年的坚持不懈，终于将嫌疑人缉拿归案，成功破案。但是，留给老王夫妇的伤痛却无法抹平。我是摸着了，从地干路上摸着头的哭，我哭了那皮子摸着，我没法跟你说，我没法说。那我给你那从心里说那，给感谢你公安局的，人给他把这带出，把这犯人带出来。不管怎么说，还不过来。我失去的还不过来了。对于当年我没理智的考虑犯下的事情，一到逢年过节，好几个家庭都难受。我姐、我姐夫不在村里边，始终是我姐一个父母双的，她心里边也难受。我哥加上我，再加上对方的受害人。这就是一句话说，这一下子害了好几个家庭。一条人命，一个逃犯，经过了15年，案件终于尘埃落定。老王夫妇欣慰的是凶手终于找到了，但痛苦的是他们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而王永强逃了15年，在见到宜川警方的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放松下来。他说他再也不会梦到被警察追、被子弹击中的画面了。目前王永强已经被宜川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他将要为自己15年前的所作所为接受法律的制裁。冲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残害生命的理由，潜逃也终究躲不开法律的惩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